给小朋友讲，叫不用了，现在叫什么？台北地方这么大，哪儿不好去啊？反正你不能跟他一辈子，你总有一天要离开妈的。你怎么这么刻薄？早早就已经背道而驰了，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啊！进去，我干！我只是想做个乐观的人啊。别人也喜欢卷，可我就看不懂了。越来越看不懂，光是笑是什么意思？别人误会了我，至少我还有自己可以相信。